嗨，我是廖帅 ，Handsome 廖。今天的你被蚊子叮了吗？讲到这个，我最讨厌夏天了。小强啊，蚊子啊，一堆啊。就算你把你的门窗关紧闭了哦，还是有蚊子飞进来。我真的觉得蚊子真是一个很可恶的生物。于是啊，又上网查一下，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抓蚊子。网络上的偏方很多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去买一些捕蚊灯回来抓蚊子会比较好。但是旧式的捕蚊灯啊，就常常一个啊会发亮啊，然后飞进去就会啪啪。那问题是，如果你放在房间，然后睡了一半，突然间啪啪，吓死你是不是？是怎样啊？是在哈喽？我觉得这样不太行。后来我就发现了什么，各位看一下，这个今天呢，这个是好物分享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很棒，森宝，这个森宝一个强效 UV 的捕蚊灯家用型，它有黑色跟白色两种。它厉害在什么地方呢？它有标准的波长365mm， 很棒，超省电，超耐用，超环保，时尚设计。超静音，我觉得这台很棒。各位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有这个哦，变压器，这个说明书哦，各位看一下，本体要出来了，就是这一台，小小一台，这一台啊，网络说啊，他们公司说了可以用到100瓶。它还有出什么呢？它有出另外一款啊，是防水的，可以放在户外，可以用到300多瓶。小小一台啊，就可以有100多瓶的效果。它长得啊蛮可爱的，各位看一下，它下面呢、啊、有一个可以分开的，然后里面呢、啊、有个网子，然后上面呢、啊、会有个风扇。我把它接上电源看看。今天这个呢，纯粹就是我觉得很好用，推荐给大家。我来插电，插电看看啊，有什么厉害的地方？呼，插电呢，注意看哦，各位有没有看到啊？这边呢有3颗的 LED 灯。反面有3颗的 LED 灯，他说这个灯要干嘛呢？他说这个灯啊，会模仿人类出的二氧化碳，然后吸引蚊子啊靠近。里面呢、啊、有个小小的电风扇，当它蚊子啊那样飞进去之后啊，就会慢慢的被吸下去。被吸下去之后啊，下面还有一个防逃脱的一个网子在里面。蚊子就飞不出来了，好像很厉害。所以你不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蚊子很喜欢在你耳边那么啊？因为啊，蚊子会闻到你的二氧化碳，所以它会在你的脸部周围这个啊灯啊，就是仿人类的二氧化碳，它有个波长，应该只有蚊子才知道了，我们是不太了解。放着就好了，这台很省电，看一下它有多省电。它呢是3瓦的低功率，24小时用电，一度电呢是0.072，懂吗？不懂没关系啦，哦，你就买回去插着。这一台啊也是在某某买的。某某买啦，它原价1200多，但是啊，我买是福利品。各位知道什么是福利品吗？福利品就是啊，有人买回去之后啊，鉴赏期啊，插下去，然后跑个3天抓不到蚊子，就觉得说啊，这不好，烂东西，然后就退给某某台。退还机之后呢，这一台就变成福利品。那些人真的很要求啊，不过我也常做这种事啊，看一下，很小巧，很可爱哦。这一台啊，我已经放在家里放了3天了。各位知道啊，我家我都放在1楼的客厅，
因为蚊子啊都会从一楼客厅飞进来，然后附着在人的身上，然后跟着你上去你的房间，非常阴险。这个蚊子真的很阴险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三天啊抓到蚊子有多少？这有一个防逃脱的蚊篮子，拿起来看一下，有看到吗？我才放三天而已耶，太夸张了啊！各位看到了吧？这一台啊是真的有用啊，我觉得这台是真的还蛮有用的。网络上啊在卖的品牌也非常多，不过呢，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台湾的品牌森宝。如果它坏掉的话，还有一年保固，至少可以维修，找得到维修商啊。其他的大陆的白牌啊，我是觉得我不敢买了、啊。超棒的，怕被蚊子咬的朋友们，记得啊，今年夏天啊，一定要买一台回去试试看。记得啊，我是廖帅，Hansen廖，只介绍好物。